诸法无常，诸行无我。师父上周给你们讲过，一个出家师父用自己的真心佛心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这样写道：爸爸妈妈为儿子的出家行为所惭愧，其实儿子找到了一条回天之路，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生，因为儿子眼睛里看出来的是光明。而爸爸妈妈，你们一辈子勤劳，你们走的这条道是走不通的，你们永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未来，也看不到它的真实的面目，所以你们永远在黑暗的六道中轮回着。而孩子我已经看到了，真正的人间只是一个客栈，只是临时居住的一个人生小站，在这个小站里面，我要让自己养精蓄锐的多学知识，多学佛法，让我以后能够攀登更高的人生。不要为儿子难过，不要怕因为儿子出家被村里人讲这是高尚的，因为我看到了光明，而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光明。这是一个出家人的真实的心态。师父跟大家讲，修心就是修德和修慧，你的德不好，你哪来的智慧？你没有智慧，你哪来的德性？所以现在国家都希望人民要有德啊。学习儒家教育实际上讲的就是德，对人家要有感恩心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慈悲心。我们不单要感恩，我们更要得到慈悲心，我们更要舍弃我们身上不好的东西。你不舍弃旧的东西，你得不到新的东西；你不舍弃这个旧的工作，你永远找不到新的工作。这就叫道理。我们必须要修智慧，我们修智慧就是修菩提，这个智慧能够增长你的菩提，在心中的菩提能够越长越大，越扩越大，你这样才能克服人间所有的烦恼。菩萨会有烦恼吗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会有烦恼啊？因为你就不是菩萨。你今天可以说你是菩萨，但你有烦恼的话，你就不是菩萨。因为菩萨不会有烦恼，菩萨是化烦恼为菩提。师父不要说你们每个人修得好不好，你们自己可以拿这句话来衡量一下，你有没有烦恼啊？你今天有烦恼，你就不是菩萨。真正的舍弃，没有烦恼，你就是菩萨。开悟的众生就是佛，不开悟的佛就是众生。所以真正的众生就是佛，而我们现在就是未来佛。我们就要好好的向佛学习，好好的接近佛，生活就活在佛的当中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脚印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思维，我们必须以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你就是人间佛，你越接近菩萨，你不就是菩萨了吗？你天天做鬼事，做坏事，你不就是跟鬼接近吗？很多人想自杀，想不通，鬼就来找你了。道理就是这样的。很多人背后做坏事，鬼就来找你，而菩萨不会来找你。我们知道生死无常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我们不知何时来何时去啊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来的时候，等你明白了，你已经是一个幼儿了，你已经进入了这个烦恼道，你已经不能脱离它了，你就只能受着人间的烦恼，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谁能脱离？你进入了烦恼，你进入了人道，
你就必须受着人道的因因果果报应。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明白，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用现代话讲，就叫人生一场梦啊。等你梦醒的时候，你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维次空间了，你可能脱离了三度空间，进入四维空间，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因为当你进入四维空间的时候，你对三维空间所做的事情，你都能记得清清楚楚，记忆犹新，带来的就是更多的烦恼，让你进入更深的业障之中。然而你的境界到不了四维空间，你就会往下直坠。天为什么干净？为什么到了天上，人的负重会越来越轻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天上不能带上这个臭皮囊。为什么？我们带不上去啊，太重了。我们只可以把灵魂带上去，灵魂是有分量的，只有一两几钱，只有灵魂可以到四维空间。我们以后走的时候就是脱禅，必须像金蝉脱壳一样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大家明白吗？真正学佛的人，天上人间就是由我们人所主宰的，因为人就是顶天立地的，所以佛陀生出来之后，指天指地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，要有这种气概啊。我们在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诸行无常啊，我们哪来的长久的事情？你们告诉师父，什么事情是长久的？头发长长了马上剪掉，对不对？年轻时牙齿长得这么漂亮，到了晚年的时候全部掉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等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我们还在等什么呢？有多少发达国家发生地震、海啸、火山后，国家毁于一旦，要懂得诸法无我，你还争什么？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，在人间所有的法都是空的，你还争什么？你争个总理，争个主席，争个总统，上台的时候开心，下台的时候痛苦啊。那你想不要痛苦的话，你就不要上台了。所以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的后果，我们就不要去争斗。诸法无我这个道理就是让我们不要去争斗了，总有一天会归空的，没了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啊，不要去想不通了。我们人就喜欢钻牛角尖，听师父讲课开心了，过一阵子又钻牛角尖，脸一板想不通了，这个就叫诸法无常，诸行无我，明白了吗？要坚决改掉自己身上的恶习，早早的忏悔，自净其意最重要，就是要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啊。只有拿自己来检验自己，我所有的意念是不是干净的？我自己来消除我自己身上不好的意念了吗？这就是师父刚才跟你们说的修内，把不好的根子全部剪掉，这样才能修到上天的果位。你有不干净的意念，你怎么能够修到天上？不是开玩笑吗？靠你走的时候人家助念，你就能够上去？你的孽障不消掉就上去了，不是可笑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学生平时不好好读书，等到考大学的前一天，一家人在边上帮助你复习，好了，第二天他就能够考上大学了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不是动因果了吗？连菩萨
都不动因果的，你自己种下的因，你自己得到的果，你念经就把你念上去了。念经把你念上去，等于像补课一样，你的基础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，但是你还不保险，所以大家帮助你推一把，这才叫助念啊。你现在不靠自己把自己过去的孽障消除，你怎么能够上天呢？外在行善要多念经，然后要让自己的本心远离恐怖，无恐怖故，一定要远离恐怖。你们要记住，心中还有怕，那就是有恐怖啊，它一定有缘故在里面，明白吗？比方说你今天修道完全放得下，什么都不想了，我今天什么都不要了，我连修到天上和佛祖会合的心都没有了，那你才能真正到佛祖那里去啊。无心即有心，有心即无心，无心加有心等于没有心，说来说去就是这个心。师父跟你们讲，修心即心，即心即佛，你这个心修得好了，你就是佛心，你修得不好，你就是恶心，你就是魔心。是魔在你身上还是佛在你身上，就靠着你这个心，你的心到底修得好还是修不好，完全靠你自尽其意啊。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，你只能用自己的本性来检查，我今天想的对不对，做得好不好，你只能这样做啊。你这样做的话，你才能让自己的心远离恐怖。对外还要多放生，印经书，要度人学佛，你才能改运，才能断烦恼。改运好不好啊？很多人说我无所谓的，运在人间，不对，运就是要改，因为改运之后你修心才能一帆风顺。如果你改不了你的运，你的魔障缠身，你可能走不到你的佛心，修不好你这个心。